就是进攻篮板球，还是说去打这个防守的薄弱环节？对，斯佩茨，我今天真是广州的一点思想包袱没有啊！斯佩茨，哎，这个是对于，这是投篮的点，好球，斯佩茨，斯佩茨就是最喜欢投这种球，又开心了。 斯佩茨，你说按年龄来讲的话，也就特别慢，慢慢悠悠，但有自己的节奏。对，而且挡拆质量特别高。你看刚才给这个陈英俊挡这一下，嗯，严严实实。莫兰德这边也是扶着膝盖啊，你能投进你投吧，我不追出去了。张宁急停中投，这球稍微劲儿大了一点，一传给的漂亮，好球。这一次还是三秒钟，嗯，广东队。 这个手转攻忽然的提速啊，这个山西队的信心上是打击。这也是斯佩斯的经验啊，这球传的是，无论是速度、落点啊、时机都是恰到好处。而且摩尔应该是一直在防张宁，反过来讲应该也是张宁去盯摩尔，所以这一下张宁投篮不进之后的。 球员状态也是截然不同。嗯，今天广州队每个人打的都非常开心，特别是斯佩茨。斯佩茨这弧顶的三。